哇，咁多掌声啊！安哥真系唱得非常好，我哋俾啲掌声佢好嘛，同埋冰姐两位。好啦，嗱，时间紧迫，介绍啊，以下一首《春暖醉杏流》。嗱，呢首歌系一首新嘅曲目嚟嘅，又系第一次喺台上演唱嘅啫，亦都系陈锦荣老师嘅新作品。嗱，简单啲介绍个内容，系讲北宋差唔多接近末年，宋徽宗同李师师嘅故事。嗱，系讲到今晚宋徽宗又连夜去探访李师师，究竟佢哋讲啲咩呢？嗱，不如我哋一齐嚟欣赏由梁志先生同埋大家都好熟悉佢噶啦，我唔使多介绍嘅李敏华小姐合唱呢一曲，有请两位。
生啊了了生啊个咒，香艳艳风悠悠，坊间离杭州，黄庭正间暗走马边龙楼，有名妓花独秀。雨红雨雪诗词景清诗游，亦最爱画诗记忆条扮作上下一见谁我求。从今求一灭，才得主事路应酬啊！还说丝丝未必答允，悄步上妆楼，但见佳人已按后。原来提笔作画，雅兴雅兴。果然丽质仍秀气，比后妃胜一筹啊！丝丝姑娘，这厢又丽了，而怎会有人擅到妆台嘅呢？定是妈妈爱前头才将客人扶走，晚清未成陌上好，曾啊忧，难求闲一走，原来拒之满爱，不问情由，一打砸千金，岂为寻百花？问啊！
中看板千娇百媚，敬温啊啊啊啊啊啊
挥而走，看得暗香浮动，心有灵犀，童话梅花瘦，在此歌流，舞者岂得不爹默唱愁，刀芳容不服慕名狗，信有前缘几分收，只是都要多少心内疚，一一为这下妆流，借我以茶，奉我以酒，那又以何为借呢？为君弹一曲，自信可为茶，正是求之不得啊。
怕黄昏啊，人若情绪暖啊，亦啊难留啊。谁人呢？只叹回风云，忘却问太明。看这一方宝印，便知个中缘由啊。浸起回群芳挥手，在此雅静之处，今次明最幸留啊！为卿怕什么？
之手。奉之青云，甘愿未曾有。名花含解语，画师友。真与孤心醉也愿透。